18日，余文乐在台出席某单元活动。从去年与陈意涵合作电影《闺蜜》后，两人微博互动频繁，关系也逐渐暧昧起来。不少网友直呼两人在一起。近日，陈意涵更主动在某活动上大方表白，余文乐是我猜，不知道两人的关系会不会更进一步呢？是被网友拱在一起。哦，对对对对，有听说过。我有看报纸，出席活动也说你是他的，真的吗？对啊，有品味。他这个人就是有品味，没办法。对，谢谢各位。杜德伟、陈晓东纷纷取上台湾小娇妻，余文乐这是要跟上大部队的节奏吗？不过不管怎样，工作也是相当重要的。工作，然后接下来要跟，也是电影的工作，就是跟一个很。自己很崇拜，很就是想过很久，但没有想过能够合作的一个导演合作，其实一个香港非常有分量的一个导演，然后组合都是从来没有合作，也是很想合作的一些演员，但暂时不能说，因为这个。要等电影公司宣布，但是这个我今年是非常期待合作的一个 project， 这样。东兴娱乐整理报道。